Oh my gosh!今天我们要介绍 Ducky 2013年所推出的最新的机械式键盘 Shine 第三代。那今天我们针对所有的背光功能以及 USB 加速进行一个展示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。Ducky Shine 3 DK9608 的背光模式有非常多种，其中也包含了两种自定区域，全域 100% 的背光，呼吸灯、波浪跑马灯、蛇形跑马灯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单点亮，还有涟漪模式。两种自定区域背光，为的就是说完全可以让使用者决定哪些灯光是要亮，哪些灯光是不要亮，不再就是由厂商单方面来决定使用者的按键的亮与不亮。那其实像我们可以设定 WER、DF。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呼吸灯的效果了啦哈。那我们现在有注意看到，我们的呼吸灯是可以调整粗度的，以及它的亮度，这是 Bargain 这么高的，就只有 Ducky 现在目前推出的新功能，在我们的呼吸灯上面，还特别的给它有加速以及亮度上的调整。在前一代 Ducky Shine 2最受欢迎的一项相当有趣设计，手指头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。卡斯边看键盘，出现一闪闪的光芒，闪亮动人，是不是很美呢？操作在键盘 100% 的亮度上面，可以让使用者按下按键时才发亮。当然，在这一次 Shine 3这个招牌功能也没有少哦，让效果更加的升级，还特别加强在单点亮的部分。这个效果当然要特别介绍一下，无创灯光渐层效果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轨迹效果在你的手指头上面所按过的地方才慢慢淡出路的设定，有一种很光滑漂亮的感觉，呵呵，很梦幻吧。另外也可以加强在基底亮度的上面，当键盘上全部不亮时，可特别按下键帽才发亮。首先先决定按压键帽的亮度，例如设定键盘全部的亮度约50%，再设定按下去那个键，就可以加强到100%的亮度哦。波浪跑马灯，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那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，在键盘上表现那个波浪的形式。然后我们看到它是由左而右的一个波浪。那其实对于使用者来讲，它可以直接调快它的速度，那还给它越来越快，前浪死的越来越快。那我们把它调慢的话，前浪死的就变慢。好，其实也不是这么讲，那就是说可以由玩家的喜好决定波浪的前进和的速度。手机跑马灯现在有看到哈，这个有没有让玩家想起？像是在 Nokia 手机上面的贪食蛇，这一款游戏，那当然它是可以加速的，它随着我们的调整，它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好漂亮。涟漪模式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震撼了吧？感觉有如水波荡漾耶，像哪是来乱跳，就像是平静水面水滴落下，撩起周围水平面的波动，让键盘产生了生命力，按下的每一颗按键都有魔力哦，你看。它现在是可以针对空白键的部分，使用者可以透过 RGB 三种颜色直接进行一个他喜欢的颜色的调整。那他如果要重新 reset 的话，可以直接透过方圆键加 ESC 键直接进行一个清除的动作。当他觉得他看到喜欢的颜色的时候，可以按选方选加 Auto 加数字键直接进行储存。那之后他可以透过方选加数字，就可以有揪住选择他喜欢的颜色。最要介绍的是 USB 的加速模式，然后在这主要的模式之内，主要是可以游戏玩家可以设定按键速度的频率的速度。前面的四段是分别是设定按键延迟的时间，也就是我们的这
间。那后面的话四颗就是设定我们玩家的重复速度的频率。那针对前面的四颗的话，延迟的时间，不管是时间的长、时间的短，都是由玩家可以自行来决定。我们提供了四组的操作。那后面的四颗按键的话，是我们自源重复送出的一个频率。前面跟后面也都是由玩家可以自行决定的调整。前面以及后面，其实两种的搭配，总共会有4×4，会有16种搭配。那一切都是由使用者来自行操作与决定。其实 Ducky Shine 3在各个功能上的表现，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任意更改开关的亮度以及速度。因为 Ducky Shine 3的精神就是将键盘上的主控权交给使用者去做决定啊。